动作要缓慢圆，双手随着气机而行，两手拉开，把功能打出体外，在两掌下用功力加持，这是加持柱状神通，要求时间很长，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。变掌，这是加持柱状神通，要求时间很长，能做多长时间就做多长时间。双手结印，要求打坐时间长，深度入定。注意，主意识不要完全放松，出定后双手合十，称如来灌顶，双手合十，握球凝掌，掌指乾坤，称罗汉背山，称放松，双手合十，握球凝掌，掌指乾坤，撑放松，双手合十，金刚排山，撑放松，双手合十，叠扣小腹，单手冲冠，合十，冲冠，冲冠，另一只手跟上，同时冲冠，冠，冲，双手下来，顺时针推动法轮四次，双手结印，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双掌把能量带入两臂，凝掌在两臂的阴面推过头，随机下走，从体后上来，转空拳，凝掌过头，双手下来，叠扣小腹，两手慢慢抬起，头前抱轮，股前抱轮，头顶抱轮，掌心对向头顶，相对，两臂抱圆，掌心对向两耳，全身放松。